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，我们来折一款长方形盒子。我用的纸边长是5厘米，下面的边往上折大概1/3，上面的边往下折，然后展开，上面折下来，再往回折，展开，小角往里折。这一侧也一样，这个翻回去，这一侧也一样，折上去，往回折。展开，小角往里折，这侧也一样，翻下来，两侧角往里折一下，展开，从中间撑开，竖立起来，调整一下，这样一款盒子就完成了。关注折纸王子学更多，我们下期再见。